元特别播出季大型二人转励志传承类竞技节目《名师高徒》，我是龚海。今晚我们将要进行的是郭旺老师所率领的旺旺战队队内终极考核。郭旺老师，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会又派出哪两位学生上场呢？两位大美女，他们是谁？我董思瑶。你们干啥？你们仨呀？我没看你，我看童老师呢。一说董思瑶这名字，你看童老师啥样的？是谁？董思瑶、徐洋洋，来，欢迎他们。问一下郭旺老师，为什么把他们两个放到一组呢？可能是上一次啊，这个嗓子都有点沙哑，没有发挥好，所以这次呢，他们都卯足了劲，要把自己真正的实力展现在这个舞台上。温柔女生齐洋洋，在第一轮队内考核中战胜吴博。他进步了，真进步了。进步很多。对，因为通过这一阶段的摸爬滚打，能看出你的进步。我的选择是徐洋洋。文艺学生董思瑶在第一轮队内考核中战胜刘淼，永远在我心中是最美的人呐。我的选择是董思瑶。这次反正嗓子肯定比那个上一次又强点。大摇大摆我把碗抱捧，应该找一个就是适合自己的。我爸特别喜欢你，所以我想就是说，无论说是不管是唱的怎么样，我就想完成那心愿。虽然说这次曲目不是我最拿手的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唱腔还是不错的，我就没服过谁。不服咱较量较量，还有我的颜值，还有我的气质，永远都是最好的啊！颜值这方面我自己最行。旺旺战队终极考核，董思瑶、徐洋洋。旺旺战队的两位美女已经来到了舞台上，看看洋洋这边，您父亲这身体怎么样？他现在比之前还要加重，因为之前我父亲还能坐起来，但是现在就只能躺在床上了。接下来你要表演的这一段并不是特别特别适合你，就是因为我爸说他特别喜欢这个戏，他喜欢这个戏是从我的嘴里面唱出去的，就无论说是晋级或者是淘汰，他看到了他就感到挺欣慰的。我爸说你能站上这个舞台，你就是我的骄傲。是他的骄傲，一切都是为了爸爸，他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对，既然状态都调整得非常好，然后呢也想拼尽全力展示最好的自己。对，谁先唱？我先唱。你先唱啊。有请思瑶。洋洋这边请。怀有孕啊，深藏你盼盼子
上来烧啊，刘飞他怕我上班忙皇后啊，串通那太监国会，暗中作妖叫国会抓之李茂，把皮扒掉啊，偷偷地往埃及啊床上找啊，我的亲生子反说哀家生了个妖啊，真遭心凉刘飞的话，那我问罪要开刀啊，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帝包拯，可怜我死罪得免，活罪不饶，免去了我的肥好还不算，还把我打进狼沟，把罪遭啊，多亏那好心的包拯前来报信啊，我这才连夜出宫把命逃啊，宫娥她怕刘飞把尸首找啊，跳进那大火之中被烧焦啊，哀家我出了京城把饭来讨啊，赵赵乔啊，多亏一次范仲华来照料啊，我母子相依为命，苦守在海窑啊，在海窑不熬炊，十八眼前啥也看不见，叹只叹光阴似箭催人老啊，上至上气寒脚破手尖盼能够有人管道，皇上他至今不认生，身不哀家我有缘难诉，有仇难报，有情难出，有恨难消，因此我才忠厚登朝，他的最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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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在舞台上发挥的还可以，我自己感觉还行吧。只是上后面唱这一句稍微有点小气脉不够用，但是他停顿的特别好。请双方交换位置。请双方交换位置。因为这个曲目不是我最擅长的曲目。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我都是听的，我尽量吧做到最好。
这是闫云静，我们二人转汇演的时候一个开场。那是紫林堂吗？闫云静做开场节目，歌舞团给他伴舞，我们开场。这个曲子呀，是我们闫云静老师唱的，高啊！你等洋洋唱的时候，他都是在吊着自己，他胆量真的挺大的。听完了两位美女的演唱之后，张老师，您有怎样的建议？很喜欢两位演员啊，洋洋你真的很了不起，真的，我倒是感觉你唱这段戏呢，因为。
这段戏吧，是我爸特别想听的，我就是想让他在能看到的时候看到我表演。是对父亲的一种安慰。对，我理解。要说中华儿女传统的美德就是孝顺嘛，所以说我给你点赞了啊。我再说说思瑶，就你今天这段表演呢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给你提点小建议啊，再把这唱腔啊再磨一磨，这个你一定要琢磨琢磨这个事儿。就今天的表现来说吧，应该留下思瑶。好，谢谢赵老师。严老师，两个美丽的学生，思瑶应该说进步了，敢唱包公断后不容易，这个戏要功夫，特别是李太后这个人，但是你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洋洋更了不起，还敢唱弹珠头呢。弹珠头不是谁敢唱的，弹珠头的演员有一定的功夫之后才敢在舞台上拿弹珠头的啊，很了不起。要我建议关望老师选择的是能更好的完成他父亲心愿的洋洋。好，谢谢严老师，谢谢。最后洪老师，思瑶，你我二人美容院一别至今有半月有余，不知您现在可好？甚是想念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优美大方，亭亭玉立。哎呀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。没说完，你这词儿都让你们说。很遗憾的是，不招恶人王春江。你早已是我们队的队员了，红哥。红哥啊，说啥呢？你曾记得不？战队的盲选的时候，我当时我记得，我让你是我兄弟，我让你给我出出主意。结果你那当时我真心真意的帮你，完了你反过来你还这么说我，你不知道好赖我。恰恰是这小子帮了倒忙了。你自己啥人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你再说都说漏了。说正事儿，洋洋呢人小志气大，他敢唱单出头。我再说说思瑶，进步很大，断后三阶版是属于他的中心唱段了，慢版特别难唱。今天思瑶选择这段，他已经超越了他的预想了。想让我留替郭旺老师建议一下，留下的是还是思瑶？思瑶。好，谢谢童老师。最后郭旺老师，您有着怎样的一个决定呢？我们队的演员都这样，有一个共通的长处是敢于挑战自己，已经不错了，很完美。杨真的很辛苦，一面照顾父亲，然后还要自己赚钱去直播去养这个家，真的很辛苦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这份孝心打动了我们。思瑶今天虽然说穿的服装有点不太搭，但是从唱腔，从你这个舞台的肢体这种语言表现的已经够好的了。现场两位谁走谁留，记住我们永远是一个大家庭，需要我做什么的您就吱声，您就喊话，能做到的我一定做，做不到的哪怕我求人我也要办到，好不好？郭旺老师，该说出您最终的决定了。我的选择是您要留下的这一组，他们是董思瑶。好，恭喜思瑶，谢谢，该宣布一下。洋洋，
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，在父亲身体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来尽孝了，对吧？当初我选这个戏的时候，我也知道这个戏太不适合我了，但是我想我敢于站在这个舞台上挑战我自己。所以呢，也祝福你，祝福你们全家，希望您的父亲能够早日的康复，能够一天比一天好，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快乐的心情陪伴着家人，好不好？抱歉，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，抽空我回去看咱老爸啊，加油。虽然离开了名师高徒的舞台，但是徐洋洋的动人演唱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希望这位孝顺的女孩能够慰藉父亲对她的期望，二人转的路上充满阳光。下周旺旺战队实力女唱将高龄对阵公交车司机于丹，谁将获得代表旺旺战队出战的最后一个名额？秋波战队队内终极考核开始，默契夫妻档对阵潜力学员搭档，谁将代表秋波战队出战？下周六周日晚18:30，名师高徒精彩继续。